哇，我好起鸡皮疙瘩了呢。我们如果雨辰真的有来，我们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雨辰，好不好？来，雨辰，请看看。欢迎郭雨辰。什么声音？哇，不像命运低头的小朋友哈，雨辰，真爱听你有各位的歌，而且各位你有各位歌。我真大力量，我每一届考试成绩拢非常的好。相信今天看到王立伟本人，伊一定非常非常的欢喜啊！来，哇，雨辰加油！哇，好优秀！不过，我感觉艺人真正是社会一个责任哈。啊，伫个舞台顶的表演，某一首歌，某一个歌词。对，感觉需要呢，加油的朋友，感觉一个力量呢，甲观众去共款。是，都是条歌，会当甲雨辰来到底是。现在，后边是爸爸、爸爸、爸爸、妈妈、妈妈，啊，这位是，是王定宇。啊，王夫人，王夫人，王夫人，对对对对，夫人，夫人，谢王夫人。我看，我看妈妈有摕一个卡片的是啥物？这是咩？他当初就是写这个圣诞心愿的一个卡片，然后自己帮公给蛋糕 only 小朋友上，小朋友妈妈帮他代写的，妈妈帮他写，因为小朋友下雨天还公弯弯飘飘，不是很方便，没办法写字哈。我是郭雨辰，大温国小四年九班的学生，我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。我有一个心愿，我希望跟翁立伟叔叔合唱。为了达成这个心愿，我会努力用功读书，会考得好成绩。也希望您能为我加油，也能看到我的努力。谢谢您。耶！你好棒哦！鸡皮疙瘩。这个说实在，碰哥、顺哥、立友，非常感谢啊！咱三立电视台、咱超级夜总会哈啊，叫你喝这包。阿哥叫你有意义来奉献吼，安尼无私的爱心，阿今仔日选伫个咱这个上无人精味的台南，咱的会赢，啊做叫你有意义的代志，我想讲无咱的这回来甲雨辰吼，来唱一首翁立友的这个代表作《坚持》，好不好？妈妈，等一下啊，妈妈，雨辰真的可以唱歌吗？可以唱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能卖唱声大声，那个雨辰表现起来。好哦。雨辰有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 ？OK。好，麦古辉，好不好？麦古辉，我要问他。你要跟翁立友讲几句话吗？讲几句话。大家好。立友哥，你一点。我的国语的。来，站在这边，你看得到他。好。谢谢你，但是我会尽快加油考级第一名。好，我过你的期望，谢谢你。那行，你要走的，谢谢你。谢谢，那雨辰，你也要谢谢我们王定宇夫人。这样子哈，想尽办法帮我们制造这么奇妙的缘分哈。这个缘分真正就是咱一万牛啊，甲阮牵成，咱是不是甲一万牛啊？婆婆先吹一下哈，谢谢，感谢一万牛，感谢你。那还有爸爸妈妈也很辛苦，对哦，对。雨辰跟爸爸妈妈讲什么？妈，谢谢你。我讲不出话了。谢谢你让我辛苦，但是还开导我，梦起难忘。谢谢你，妈，爸，谢谢你。我猜，这个。我真正就太感动了，我真正，咱是唔敢，咱吼，因一家家伙安尼个破声鼓励一下吼，谢谢，好坚强，很棒。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就伟大，是，爸爸妈妈的坚持，囡仔坚持，所以这个家庭一定和乐美满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安请问这位来，咱个雨辰加油，坚持好冇？好，来，今个会啊，欢迎坚持落去，大家都快乐、幸福、平安，谢谢。
甘苦坚持压力平，谢谢丽友哥，谢谢谢谢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王定伟夫人，大家谢谢，感谢大家欣赏，感谢电视机好景观的美丽欣赏，好礼拜感谢时间，请继续收看超级夜总会，拜拜拜拜。